哎，我们当时的时候成分不好，哦，不能当兵的。您家也是地主？哎，地主。哦，我们爷爷地主。我爷爷地主，我爸爸也是成分不好的。啊，对，就是。我那当个民兵当不当的？也当不了，当不了，没机会嘛。人家不给、啊、不是成文不好吗？现在嘛不无所谓的，现在成文没不讲成文了，是不是？对对，您爷爷的那一代家产有多大？家产我爷爷两个船，几条牛，那么有地嘛换人家的，所以凭着地主。你有几十亩地，是不是？两条牛，几条船，你自己不干活，叫你们干，是不是凭着地主嘛？那就是，那就是不一样。您的父亲应该受影响比较大吧？我父亲啊。实际上我也受到影响的，您也受了，就参不了军了，就参不到兵。当时是那个民兵都是参不到，现在嘛人过来嘛，然后邓小平那个，这个四大文字那个地主从毛子炸掉了嘛，对，后面平反了吧？就是不是那个邓小平上台了，然后现在嘛主要邓小平说了嘛，不管那好猫。白猫黑猫，抓着老鼠，抓着老鼠就是好猫。就你挣多少钱就是好的，不计较成分这一说了。现在不用不到成分的是不是？您是年轻的时候也是自己交的社保？我年轻的时候上学都没上过。哦，没上学。哦，那您是退休金这一块怎么弄？我自己买的农保。农保。算报。哦。算报，现在一期300块钱。一个月300。一个月1300。一个月1300。嗯。哦，够不够花？一千三够嘛？也够了。光自己一个人嘛，就是那吃也够了。哦，那还行。40块多一点嘛，那还行。看病呢？看病嘛，那个卡子呢？哦，也要花钱的。一包，哎，那还行。卡子呢？那生活的还挺好的。用不到就付钱的。对。我现在那个一包卡上还有20000多块钱，你看不得，如果看的意外就看了10000多，这一包卡上扣了就是1000多一点。对对对。都是国家的这个钱。哦，现在是在这里面是开船还是？就是拉河缸里拉那个拉蟹。拉蟹。那个素鱼。把蟹啥意思？拉蟹。屋里盛了垃圾，就是垃圾哈。哦，就把这里面河道里面垃圾清理了。哎，干这个一天多少钱？2000。2000可以一个鱼。一个月2000哈。早上几点上班？早上7:30。对，现在这个季节最好，前一段时间太热了。哦，现在还行。现在可以。现在天气可以。前是上个月嘛，热得要命。对对对，钱大叔，我祝您呢生活愉快，身体健康啊！谢谢您。